没有字幕。哎、欸，这里有观众说，你买家选越远钱越多哎、欸。嗯，哦，看到买家了。所以是问号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就对了，你要去找去 找到买家。不要高阶、啊、钱越多啊，是210就是最多啦。右边的那个售后有变哦，钱有变啊。有啊，低阶超少的，低阶就在城市里面啊，那高阶就在到北边的岛了。啊，我们要挑战高阶吗？来啊，来啊，赚谁不怕户，就是要赚最多的 啊。可以的、啊。反正我要实收这笔钱而已啊，我没有杰克在呢。那、啊、你不按开始？这两个要买吗？就替换载具跟诱饵，还是我们就原汁原味打下去？嗯，替换载具跟诱饵买多少钱啊？加起来五万，才五万，才五万就买啦、啊，两个才五万就 OK 啊。好买，那钱没有？你开这个任务需要钱吗？我忘了，你可以说要啊，应该是没有，没有就平分咯。那这样啊，等一下换音乐的时候有啊，要钱啊。不是我花钱买了一些东西啊，那我拿一些东西。哦，好啦，可以，40、20、20、20啊。好啦，三个点随机出现哦，所以是这三个问号随机会出现买家。哇，好可爱哦，这不就是我。RP 里面的造型吗？我傻眼。我想带，哎呦，好吧，帅气的脸都不见了。帅气的脸，帅气。不要那么晚来吐槽，要吐槽早点吐槽。我还在选面具，没有听到哦。你都黑的，好啊。在喝什么？凤梨汁。Georgina made a big personal risk making this happen. We won't let her down. All right, let's go for it, people. I'll be calling the shots from Mission Control. 没有买枪手的话，会打得很惨哦。我没有买吗？就两个都买啊，有啊，又有枪手，有。他那个什么精英任务挑战是有要解什么吗？速度跟不能死亡之类的，以前的。金不是什么犯罪首脑那种吧？走喽！只是我都没有解过啊，每次都会失误。那个太难了啦。嗯。那只要有一个人不熟的话，就没办法解。对啊。嗯。而且我觉得这次抢劫还不错哎、欸。对我生命都会有益。对。这是困难吗？困难。他不让我调。哦。最后一个难度哦。哦那刚刚我看他刚进来就直接就没有让我调难度，他觉得困难太难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不是说如果你困难调简单会回不去困难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、欸，以前不有这个机制吗？我没有遇过，嗯，没有试过。左转，右转，右转啊，右转。撞去哪？然后载具血量开始耗死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们一个方向灯爆了，真的啊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在前方，请大回转。啊，请撞下旁边的车，藏好武器，避免惊动保全人员。好哦，好，好，停在这样子。直接掏出来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平常你们停这里呀、啊。从后门进入。嗯，很无序，对。对，我可以揍他了吗？哎、欸，你好。哦，肩颈痛哦。啊，你怎么停下来？我刚停下来了，我刚停下来了。我还以为停下来看他一眼再进去。哈哈哈哈哈！卡住了，我直接进画面哎。我现在好黑，黑画面在转。我在不在读条？我也在转，没看到你们说的停住。我就看到我跟李约走进来，然后他去停住。我还以为你会转头看他，所以我们要走进去吧。那白圈什么意思？你在叫什么？为什么哔哔哔？检测吧。右手楼梯会带你害的处。
欸，跟他走吗？欸，为什么射我？哈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没怎样啊。为什么？干他！好吧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不干了，干他！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啊？欸，他打不死欸，他打不死欸，好难死哦。因为我们是打小枪。小枪。往地下。哇，不行，太多了，人吧？为什么？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对啊，不知道。你撞到他吗？还是怎样？我没有啊。没有。往地下楼层走。我是看到他去撞繁星的，所以是撞到了，是他就惊动到了。哇！可是他们还是进行欸，不给撞欸，因为你一滴啊。没有，我是说，就是撞什么惊动之后，不就会爆炸？蟑螂太大只，惊动按到了。后面了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请往地下楼层。那楼梯。这边再转弯吧，这边。这。进不去，等下要看有电子锁。哦，你有吗？有在用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注意左右，有人来了。这啥会？啊？什么正确节点？这种什么游戏？骇客吗？哇，好刺激哦！你 OK 吗？我完全不。你 OK 吗？这样。黑哥 fail， 还敢走路啊？等一下，我第一次玩这个，真不懂。啊、我看。哎，我再一次。好，真的有抢劫的感觉了。嗯，我回个血，我刚刚被开打了很多下。哦，要记啦。我回个血好了。我的零食没有补满。护甲。我没有护甲，为什么？好，我没护甲，没零食，我太棒了。最棒。有办法重置任务吗？像魔物猎人一样。等一下哦，要一次记住六个点有点难。新的那个小游戏啊。对。有保安门会侦测枪。Hacker Secret。都过了。是有保安门会侦测枪哦。进来了。什么保安怎么侦测枪？有观众说有保安门会侦测我们身上的枪，所以我们可能要避开保安门吗？哎、欸，那个，李月，帮我对面有人，啊、往右边，你就直走、啊好好，然后那边有个人。这啥会？这什么游戏？这个吧。叫你不要沉迷手游哈，看你在玩手游，还在打电动，还在玩手游，还在打阴阳师啊，鬼王都过了，还在花，派什么预早钱，抽什么的鬼切，还是鬼切是不是？再切啊，好难哦，这是找不一样的地方哦，大家来找茬，感觉好有趣哦。好好玩哦，你都可以玩这个手游。还有一个，就靠到队友嘛，想靠杰克哎、欸，靠看看啦、啊。我过了第一个，靠不到，不给靠。我补子弹是哪个？按 R 没错。R 我的 R 变靠人了。你子弹满的话变靠人。你按右键。哦。欸，后面。这是防弹的、啊嗯，他不会进来。我们这边现在是安全的了。嗯，等我解一下。欸、有榔头哎、欸，可以换榔头。对，有榔头可以用。哦，好、啊，过了。多久？不要叫。多久？哇！瞬间进动画吗？我卡住了。B 班。我看你们都消失了，你们去哪？你去哪里了？我看你去哪里了？音乐不见了。你还在楼上哎、欸？你在楼上哎、欸？对啊。对啊。按下来吗？重进的话。使用电梯。等候你。有进来了。哦，我看你们突然消失哎、欸。
爆头，爆前面那个，就走到最前面那个，爆头。既然能爆就爆头，不然这要打好久。好歹以前玩过枪战游戏。啊，你以为露出手就很强吗？我也会啊。来呀、啊，因为抽到鬼气就很强吗？来呀、啊。那都当然。哎呦！哎哎哎，杰克的头挡在那边，够射不出去。为什么一直打不死？这个、啊、防弹玻璃，防弹玻璃。嗯，要入侵了哟。旁边还有小游戏，看谁要玩。接机吗？这一台吗？可以试试看。这一台吗？同时使用我们的禁卡。这有一点，干嘛死了？不好记耶、欸。担心要记图形比较快。有一次要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哎、欸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把他打倒。我等一下。哇、哦，这边好危险哦！我天。是。哦，快死了，快死了。小心小心。哇，死了。啊，我死了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啊。欸、这个解码脚久哦，很难哦。没有到很难，但是过程要很久。新的小游戏真的难哎、欸，有观众这样讲。有要去买吃的护甲吗、嗯？没有，没有那么直觉啦。我要去补一下护甲，先补一下，先补一下。对啊。没带吃，不想出门啊。真的。我怎么知道这个旅途这么远？想说一下子就回来了。我有吃的，莫名其妙就被检测到有枪了。被他发现我胸部是假的，硬硬的。他刚刚是往我胸部上射啊？他在测试吗？哦，射到 King 子弹飞走。这次的那个简就是小游戏比较没有那么直觉哦、嗯。我刚刚第一个是它有六乘五的点，然后每一排有一个是正确的，然后你要记图形，它只亮一次，哦、然后你要记住啊。六乘五三十个，你要记六个点。对，记六个点。哦、然后直排每一个直排每一个直排一个。每个指拍一个，你就手贴在屏幕上嘛，五个手指头贴五个按五个点，这样按着嘛，这样子。然后你再记这一个眼睛，再记一个点就好了。你赶快拿你的奇异笔，在你的屏幕上面画、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刚刚另一个小游戏，电梯那边的小游戏是那个看指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个它是有限秒数吗？有。哦，想说你看你的直播，看你的直播看有没有延迟，有没有？啊。要嘛就是你把手机拿起来，咔嚓，赶快拍起来。然后第二个小游戏是看指纹，它有八个图片，然后你要，然后有四个图片是跟指纹一模一样的，就找出那四个，然后测试这样。哦，任务失败，还挑个失败，任务失败，这样我们会不会有什么惩罚这样？我说任务失败，你要重解，你要从头来。哇哇！从头来的太过分了，超硬。如果能会这样子，然后要你他给你钱很多很多很多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欸、现在不能用公开单人了、喔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还是我用的不够久，不够久吧？好。然后刚刚弹去单人了。嗯，你一个人哦、喔？没有，现在那个去连公开。我公开单人，点我吧。我要去先去买东西。连你、啊，连了我了。我想调一下我的萤幕画质。怎么了？太高了。我想要来一个全萤幕看一下，那爽不爽？抢劫任务失败。八八八。等一下，我声音是不是又被调到？
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我说游戏的声音。哦，好，没有，因为刚游戏一开始我没有 BGM， 干嘛要 BGM？ 是零 BGM 很危险哎、欸。BGM 在15秒内把它关掉就好了啦，可以的。没有用啦，可以的。哦，车怎么被撞啊？这附近我记得有枪店啊，在哪里？在底下。嗯，买吃的，好用啊！应该是可以重来，可以啦，应该吧。不能的话，真的还蛮坏的。坏，嗯，我们就玩差事了。没有，就还直接换差事。哎，拍起来！护甲满满。左边，左边，护甲满满了。好，接下来去找便利商店。直接去你的办公室那种，不是比较快吗？好远哦，办公室超远的，你傻了、哦？直接附近找便利商店。哦好，买完再跟他把钱要回来就好了。那我先把这一个抢完，不给你。哈，那个没了，好好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还有啦，才1块钱。没关系，我去远一点的还行啊，在赌场后面也有一家。欸、好、欸，那我也要先抢完他，再杀了他，再拿他的钱，可以吧？嗯，可以。好，有没有看过大把的？大把的，大把大把的糖果吗？感觉我们少了什么？好久没有少了什么？这个少了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聊天室说的少了什么？感觉少了什么？我们有一个任务不是没有解就直接开始了。哇，1000多块钱、啊有一个是他说之前的那个贝克女士的前置没解，还是你要先解贝克女士前置？我是觉得没差吧，有差吗？我是觉得还好。我知道了，少了抽奖是不是？哦，抽奖。原来暗示的这么明显了哦！哦，好啦，那抽一下啦，好啦。嗯，是不是少了这个啊？所以隐约你那个感哎、欸、感测器还侦测器啊？那50个你打完了？我打完了。所以有跳新的龙兵。他有跳说，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，然后这个骇客未来会再帮助你，有可能是在赌场抢劫的时候。哦哦哦！啊，你是怎么找的？你找攻略啊，还是有攻略啊？有攻略啊！屌哦！你好闲哦！那是真的有点难找啦。你好闲啊！你要配点水啊。有啦，我现在有在喝一些糖水啦，可以啦。嗨，有人啾啾跟我提醒一下啊！啾，恭喜！恭喜！感谢雨月9999。哇塞，开台你是开零点七吗 ？IDSD。好了，我要那去买糖果了。那狼嘞？哦，在这里读取中。这时候就是要来滑滑滑一下。滑滑滑滑，滑啥？要把我的三兔觉醒。要把你的兔子觉醒，对，抢下一间商店喽！好久没抢商店，好好玩哦。而且现在那个能飞，锦星很好躲啊。为什么我东西都AC 怎么悬赏啊？怎么了？还有7000块的悬赏，我知道。哦呦。悬赏还不来打起来？对啊，他身上的钱是买重甲的钱欸，买好几件哦，1件500块哦，买14件，快点，快点，虽然不够修一次暴君二，你多杀他2次啊，快点，东西给我，快，我给你看大把的，好，你开始了，给你看大把的。快一点！
好久哦。有人穷追不舍，抽奖抽起来，抽起来，追追追起来，追起来！我每天的看台任务就是去多新增一个追随。哇，鬼抓人真好玩！什么鬼抓人？我在跟 PC 玩鬼抓人。等一下，谁三星呐、啊？怎么两星会有直升机呀、啊？啊，我吗？哦，我都跟 NPC 在玩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啊，我被撞了！哇，你还踢我，吃我一拳，吃我一拳！啊、就下来哦，我要再飞上去再下来一次了。你怎么了？因为刚，为了刚，我重开游戏。因为我刚刚重开游戏。因为我刚刚误会大了。哎呦！你这断句。因为我刚刚，哎，为什么我会自动瞄到 NPC 啊？他是要杀掉的哦。你有瞄到那个吗？他的准心自动瞄到 NPC 身上，哎，怎么这样？我杀杀看哦。结果发现是我们刚刚赌场抢劫的那个帮手那样子。嗯，他只跳说你的精神状况正处于提升状态哦。直升机真的是很烦，你真的很烦。那、啊、这种还能抢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！来了。哎，刚刚外面地震啊！你们刚刚有地震吗？感觉到啊？对，有。有。我在洗澡，那时候我在洗澡，我没感觉到。我以为我头晕。是北部那边吗？对啊，刚打怪打到一半，突然震了一下，吓到我了。PSD 很贵哦，怎么了？他在那边跨人，我看到有个人在飘啊！哇塞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护甲钱都赚到了。哦，可以撤可以撤。嗯哼。矿什么又有直升机啊？矿我三星了。好啦，哦，电视机拍谁拍谁？电视机，打了一，你杀了他吗？没有，我不小心扒了他一拳而已。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你为什么？没有，他的6000块，不是，那是 AC。哦哦哦。DSD 可以用那个了啦，原子炮打他啦，打他了啦，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啦，可以用卫星打他了啦，不用啦，卫星，哇塞，我要死了，警察大人就是他进去啦，不是我，是他开车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下来了，我要玩，可以。购买机动作战中心，我不需要啊。咦，你都好了吗？你都好了吗？我在啊，我在啊。不要炸我！炸他！哈利乌克！轰爆他！